我觉得这个前面不要换，我觉得前面就是花好月圆，没毛病。花好月圆送家雪，花好月圆之日，我送了一个好的人给你。花好月圆送家婿，今日族中之女陶小红出嫁，以女之嫁，又得平安，应该是赢家婿。是娘家，所以一定赢过来的。那这边赢，那边一定不能是赢。对，那这边只能是气了。那边那只能是气质高，是这样吗？对。哎，我们这不对账啊。听众明月又不能对花好月圆，对不对？对，起码应该是得公正吧。对，这对联。就花好月圆对那个陈良景美，花好月圆可以对陈良景美，花好月圆陈良景美，先试一下陈良女美，花好月圆是对的，陈良女美，希望这个是对的。不行不行，没有反应。陈良女美，气质高，气质高也挺不奇怪的。陈良女美下面是什么来着？迎和气。啊，我觉得这边还是送。实话说，这个送，这个送。那这俩是不是要换一下呢？那可以，这儿有赢，那边有送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不就完事了吗？给我呀。良辰女美，送送苏锦。啊，苏锦哦，良辰锦美送苏女。哦，良辰美景吗？是啊，是一把花好月圆对良辰美景也说得通。对，嗨，开了，哦。来一下。金柔女出嫁，亲朋满座，待未婚卯兔者一人取于洗鞋，置于洗台内，要取一个洗鞋啊。